分享，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暗灵魂三》。哎呦，光！果然都是因为我一直给千晓鼓励的关系。赞！打到差一点没魔没血，不对，不是差一点，是已经没了，两瓶都用光光了。我喽，安安，好啦，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前进嘞？接下来回集市场把王座的东西放一放。哦，所以接下来在集市场都没有说明，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想要再收集个5000的魂，看能不能凑120等。终于120等了。 Farewell, Ashen One. 好，王座把东西放一放。要怎么放？哦，将新王新财星归返王位。一个头哎、欸，骷髅头哎、欸。那你在灭火的机制上没有拿防火女的眼睛吗？我没有印象哎、欸。什么防火女的眼睛？糟糕。没有印象哎、欸，这个长得好奇怪啊！啊，我刚刚是不是要从上面的放下来，这样我才不用每次都重走，有点蠢。这么大一颗头，刚刚藏在哪里？藏在哆啦 A 梦的百宝袋吧。啊，我知道啊，我这个裙子看起来那么空，里面就是藏着些。乖乖传火就对了，传火才是正义啊。什么意思啊？哦，我等一下就知道，我相信。没有哎、欸，这个没有哎、欸，这个座位被占走了。打完真正的古达之后，不是有个老婆婆机市场？对啊。糟糕，我现在没有办法继续。为什么这个位置不用放东西？啊，不要站在上面啊，是要站在这里。哦，防火女动了，防火女，你要干嘛？防火女，防火女终于要露脸了吗 ？The five lords sit their five thrones, all thanks to thee, most worthy of lords, Ashen One. With the lords as thy witness, bend thy knee before the bonfire's coiled sword, and let the lords' embers acknowledge thee.As their true heir, a true lord, fit to link the fire. 你好，深渊监视者不是头，不合群的深渊监视者。Farewell, Ashen Made of Flame. 好，行跪地礼。各位大王们，
我终于把你们都打完，打完收集回来了。Noble Lords of Cinder. The fire fades. And the Lords go their thrones. Surrender your fires to the true heir.Let her grant death. 谁？谁要痛下杀手 ？To the old gods of Lordran, deliverers of the first flame. 因为神元天使则是集体继承始人之火的力量，所以是很多剑。原来如此。荒莲那个苟延残喘的也是死路一条，他算是自愿来的吗？其他王都不自愿，只有他自愿。哎，完了！我出来之后一片漆黑，而且这些楼梯都破碎了，我温柔的防火女也不见了。防火女，你在哪里？防火女，防火女，那、还是我要去外面看看，就是说不定我已经拯救世界之类的。主角啊，他不是自愿，他是因为太懦弱，死又不敢死，传火又不敢传火。只好苟延残喘的活着。是哦，我还以为他是唯一有良心的嘞。亏我这么相信他。哇哦，好赞哦，超赞的。可惜我的人长太丑了，不然就可以来自拍一下。这样就拯救世界，想太美。还有一个终极 BOSS， 打完终极 BOSS 总能拯救世界了。初始之火的火炉，这边的建筑都歪七扭八，东倒西歪。节奏拍一张，我现在要去哪里节奏的？我还能回去吗？还可以耶。算了。
是你对吧？我已经看到那边一坨红红的。开花，最后一个王没有动画，哦，他会法术。不要趁我喝水的时候嘛！啊，挂了。应该说有三个可以选穿火，把自己当始源之火，燃料烧掉；盗火，把始源之火力量收走，让始源之火灭掉，成为龙道尔之王。就最后一个王的攻击没有想象中的高，我想要看一击必杀。不要啦，已经够惨了，还一击必杀。龙道尔的王，我今天很想成为龙道尔的王。等一下再看好了，我要选选项，我要先打败这一只才有机会。哇哇哇！冲这么远，给我一点喘息空间好不好？真的很狠呢、欸，一点机会都不给我。拜托拜托，哇哇哇，灵魂激流，我看出来了呀，为什么你还站着？哦，原来这样才打一击哦！我看都很轻松啊，有吗？我觉得他很凶暴啊，一直朝我跳过来。龙道尔就是支持让始源引火灭掉的教派，那个面具的尤利亚就是龙道尔三姐妹之一。我也蛮喜欢那一只的。等等，他会让魔冠光沙炮对红。我一定输好不好？希望你失去人性被黑暗侵蚀，大概最后变得很怕火那种大怪物一样吧。我不要，我要听反火女的话。附带一提，这只王拿了传火大剑，也就是螺旋剑，这样的。因为他是传火大剑在他手上，一开始把古扎捅了，就是他，凶器都在他手上。我发现用跑的他就哇哇哇要啦，
觉千岛只是没有被大剑砍死过，枪、魔法刀都已经三过千鸟了。我可以说一件事情，就是呢，我没有看出他有用不同的武器啊。我只知道他有时候会放法术，我比较想要他放法术，他的法术可以躲。刀就比较难搞的。我看出来他一开始拿的是大剑，弯弯的时候的用的时候会跳来跳去翻来翻去的是刀，两只手拿的是长枪放灵魂，有时候是拿法杖，完全没有看出来法术对后哪有失误，没有失误，灵魂枪的对后东方闪电老板一把伞多少，在本王真正的力量面前小动作是没用的。
塞到这里。不要再用剑连接他的剑吓他了，没有用的。本王不卖傻，本王犯贱。可是我是魔法师哎、欸，我需要会智障的。可惜伪王应该学补血招，为什么？对近战来说，我觉得枪最好打，刀最难搞。我觉得枪最难搞。现在我还没中过第二形态的暴力无眼砍，他们中了第一刀，就只能无奈的被连刀到死。啊，这么可怕！现场全猫叫，感觉有点萌萌哒。哈哈，这是故意诱导台主喵一声的。哼，好嘛，喵。熊仔跟青鸟的声音差这么多，根本不会认错吧？对啊，熊仔的声音这么好听。哇！这样对吗？刀来了！我冲！我冲！我冲！严正抗议，都不给我喝水时间。我喝水啦，拜托，求你！哇哦！完了，完了，完了！我觉得只有法杖是可以用的，近战武器我通通都不会。熊仔的专长就是把每个游戏都换成技术型，这好像不得不同意。雷蒙和必然幻想。这给千鸟一个满满的大火球。正面喝水，这很可以。他都不给我有机会喝水啊！有多远滚多远，跑输人家。对，腿太短，就是腿太短。旁边有白影子在走路，这是正常的吗？旁边有个白影子在走路，不是正常的吧？这是有点恐怖啊！可以，这很千鸟，哈。超级落雷，我记得这倒也是很麻烦，怕怕的，没耐居居，有耐我也会居居啊。哦，有白影在走路，你说那个白影哦，我想说你身边现在有白影，那就恐怖了，越来越诡异。
王表示气势比较重要，他已经够有气势了，我觉得。使者吗？替身使者，除非王把地板的石头劈成两半，不然场地就这么大。白银也会附在熟睡的少女耳边，呢喃着优美好听的祝福之语。巨大的翅膀将少女怀抱，先去做做火。好啊，做做火，骗他，骗你，骗到你，放招啊！直到少女的灵魂被诅咒的枷锁捆绑，肉体被……这个字我不会念啦。居然，耶！终于赢了，耶！破台了。竟然那么快就过了，看起来这游戏根本不好玩。我已经打好久了耶，这个黑魂我已经打了，不知道几集了，应该有个70集了吧。已经剪好的还不包括这几周还没剪。我要不要传承初始之火？要，这是凡火女交给我的重要的任务。喵哈哈，身为不死人的我完成了这个艰难的任务，终于可以死了。
姐。选个结局吧，选乖宝宝的传火还是正常人会选的盗火？正常人会选盗火吗？我不是不死人，我一直认为我是不死人欸，我打了这么久，我一直觉得我是不死人欸。搞啥？恭喜，等下一个挑战者出来，下一个挑战者。居然嫌我选的无聊，完结篇小花，看起来只好玩个恶灵古堡七来打发时间了。哦，恶灵古堡七有人借我们片，熊货我会拍吧，大家赶快鼓吹熊拍。大火才好玩，把萤火的力量纳为己用。我没有很想耶，其实医生传火就是把自己当萤火的燃料烧掉了，萤火的燃料烧掉。我是觉得啦，他可能，因为我刚刚认为他是不死人，这是重点。我觉得他是不死人，所以他完成这个任务，他终于可以死了。所以我觉得他会把自己烧掉是很正常。可是你跟我说他是什么无火之灰，我也不知道。好吧，反正都选了，也来不及了。看孤独千鸟的眼睛之路了，哦，孤独千鸟眼睛之路，我应该是我在犹豫啦，要不要之后找熊两个人拍，看能不能拍一小段这样，然后看熊要不要，就是不要直播，不然断线在那边还蛮尴尬的。算了，熊仔这个胆小鬼一定不敢玩。老大，他抗议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二零古堡七转角遇到爱俊士。啊，我觉得黑暗灵魂真的好难哦，我没有遇过这么难的游戏。在遇到黑暗灵魂之前，我觉得我的动作游戏比我的射击游戏还要强。就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还有那个人网啊，之前测试的时候我也是连小兵都打不赢，完全抓不到诀窍。之前的不死人是因为萤火力量变弱，所以被深渊力量感染的尸体活起来。原来如此。熊叫了，熊偷听，他在旁边打战地。啊，我觉得这样还蛮有趣的，虽然很难。但是如果开直播这样玩的话，之后应该会开荣耀战魂吧。还是有人想要跟我一起二周目打王的话，有吗？有吗？萝莉球，这里有蜂蜜哦。
他现在没有空吃蜂蜜，他是拿着机枪对遥远的那一方扫射，然后就过热了。干嘛观察我啊？不太洗洗睡了，好哦，洗洗睡。对，我一会把这个放完，我的习惯是这样。好啦，好像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到这里好了，谢谢大家收看，拜拜。